本地在了一些的车机车，大家有看一下那种车机功能，蓝牙开机 logo 是一功能哈。首先我讲一下支持音罗，就是它的音罗波，大家也看到 iPad 播放。我想再讲，那这里是我们不需要有其他厂配的 iPad 的播放，直接用那个 Apple 的播放器，然后让我更好的把手机放到哈两只云装上去 USB 口进行播。那还有我们需 SD 卡播放，很当时低的，另外之前的播放。传楼运机在变传统机的一种，你看大家学好做收音很难哈，这操收音选还看到啊，传统改变传统是还有 X 音哈啊 X 音的六十英的类电视啊，支持的数字电语言的线，啊，都行的，看到哈，语言哈，语言的线。图片好，我们图片多放大一束，大家有放不下，看到没有，放大啊，缩小啊，还有七步的时候其实漏啊，给大家带的大家手倒是要注意，看一下下载的，
到啊，它在成功。再来一个。大家看到他的 Skype 都成功，来给大家试一下我们用界面，再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反应是，走出来看，看到啊，看到哈啊，有语言。看到啊，这个方框，这个圆啊，跟着在不停转啊。好，今天介绍到这，下产品再介绍。
本期在了一些的车机车厂，大家有看一下那种车机功能，蓝牙开机 log 是一功能哈。首先我讲一下支持音萝卜，就是它的音萝卜大家也看到 iPad 播放。我想再讲那这里是我不需要有其他厂配的 iPad 的播放，直接用那个 Apple 的播放器，然后让我更好的保手机放到哈两次元装上去 USB 口进行播，那还有我们需 SD 卡播放。当时